不要！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啊！你能不能帮我去跟老师请假？我真的参加不了考试了。我送你去医务室，来。哎，别！为什么呀？来！哎，不要！肚子也没有那么痛。别玩手机了，快去呀！还玩什么手机？啊？嗯？梁启帆，如果我输给你的话，我就请你去马尔代夫度假。那就先准备好机票吧。我也要去马尔代夫。你再减5公斤再去怎么样？很痛哎！林星辰怎么没来？明明跟他说让他来帮我加油的。嗯。老师，嗯，林星辰让我帮他请病假。好，去吧。喂，你说病假，我刚才还看到他，哎，他怎么没跟我说？这你应该去问他才对。3分23秒，哇，比你快耶！张念宇，敢不敢比一比？我还有事。等一等，怎么？你以为自己是学长就可以随意旷课？除非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，不然你休想离开。结束，点赞。全体女生到我这里集合。药王子，换衣服，洗澡了。走了，走。出来密码。小雨学长特别疼爱妹妹，每年妹妹生日的时候，都要买一只很大很大的玩具熊给她。因为是圣诞节，所以妹妹都叫他圣诞熊哥哥。001225。我就知道。吹吧你就，到底为什么女生考试男生就不能看呢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有没有觉得不太公平啊？雷佳娜练习的样子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哎，
林星辰，你干嘛？忘带了，不带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东西好像被他翻过哎。哎，我好像也是哎，也被翻了。哎，我的也。该不会有人偷偷进来吧？怎么回事？被翻了。怎么好像有女人的声音？走看看，快去！走，去看看，走，看看。你好，娘炮！闪开了！哎，干嘛？本少爷要洗澡，我先来的。怎么了？喂！哎呀，一看王子，林玉洁还有那么多，干嘛跟他抢？是啊，又不又开什么玩笑？整间学校都是本少爷的，我就是要洗这一间。开门！哎呀，药王子走了走了，换间。开门啦！听话听话。好了，走。别生气了，走走了。叫他开门啊！他们走了。